今天莎拉要训练美女狗成为超级狗狗。美女狗，注意听好，我是教练，现在要进行体能训练。美女狗，你要跟我玩鬼抓人，你不可以被我抓到哦。预备开始跑。美女狗，不是跟我玩抱抱啦，你要赶快跑。开始跑。美女狗，我来抓你咯。哇，莎拉真的好认真啊，在训练美女狗啊。奇怪了，莎拉为什么要训练美女狗变成超级狗狗呢？等一下一起问她。我们先来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水果，水果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加上单身大笑，哈哈哈。妙狗要出发了，今天要找会发出声音的东西，答对了就能得到一根骨头哦。真好听的声音。这个当然有声音咯。你听过这个声音吗？这个应该没有声音吧？哦，好大的声音哦！手机有声音，这个有声音吗？吸尘器有声音，这个当然也有声音咯。哇，找到七根骨头了，妙妙狗真厉害。今天要做什么点心好呢？哎呦，美女狗来啦！美女狗，奶奶。哎，莎拉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想问你啊，你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训练美女狗啊？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超级狗狗》，我想要把美女狗训练的跟超级狗狗一样厉害。哦哦哦。那这超级狗狗有多厉害？超级狗狗的体力很好，跑十天都不会累。啊，跑十天那应该很累吧？还有哦，超级狗狗会……等一下，美女狗，我来抓你了。哎哎，小心啊，不要跌倒了。哎呦，啊！这个莎拉真的要训练美女狗啊，跑十天都不会累吗？哇，要当超级狗狗还真不容易哎，而且他们这样跑来跑去应该会饿吧。我要去准备点心。哎，那你们呢？哎呀，来，哎，先听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喵喵。是谁把花放在我家门口？
让我来帮大家找答案吧。彩虹小侦探，哇，很漂亮哎！居然变化了！这个花看起来很漂亮，有问题吗？这束花看起来没有问题呀。有问题。嗯，花不是我的。我对花粉过敏。对哦，布鲁从来不种花，也不买花。奇怪，那这花哪来的？我也想知道啊。会不会是有人喜欢你，想要跟你做朋友，所以送花给你？不可能啦。会不会是送错人了呢？哦，我想到了，昨天小红跟我说，她在花店订了一些花，可是她今天不在家，所以请花店先送到我家，要我帮她签收。所以，也许是花店的人送错了，应该要送去给大宝。哦，有可能哦。我想我知道这束花是谁送的了。是谁？是大宝。我怎么会是我？哎，别急，我是要说是大宝家的小白。小白？对，是小白。你们看，这花树上有牙齿咬痕。是有咬痕，可是怎么知道是小白？你们看，小白，又是花。小白，你是要送花给我吗？哎呀，原来花是要送给我们家小可爱的。可是小白的花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想应该是小红订的花吧。太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大家有没有需要我帮忙找答案的事情呢？欢迎来找我。我的彩色世界，猜猜看，我的白色世界有哪些？白色的百合花，白色的包子，白色的天鹅，白色的米饭，白色的雪，白色的蛋，白色的小白兔，白色的白云，白色的牛奶。哇哦，还有好多白色的东西，我的白色世界很精彩吧？你们喜欢吗？水果冰淇淋。我好累哦。谢谢美女狗。可以来吃点心喽。美女狗跑了这么久还这么有精神啊。哦，对呀，美女狗很棒，一定可以变成超级狗狗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吃完点心，莎拉教练还要做什么训练呢？拍照。拍照？哦，超级狗狗也要做这些事情啊？对呀，书上说超级狗狗可以变成狗狗的模特儿，拍很多照片，我希望美女狗也可以。好啊好啊，希望你们玩得开心，那你们先吃点心吧。好。好好，乖乖啊。好，
我陪他们吃点心，那你们呢去看看我的好朋友贝壳潜艇美人鱼。美人鱼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人鱼音乐点播站。今天来点播歌曲的人很多哎，选谁好呢？选我！这个最好听的那一首，这个算了，还是问问音乐魔镜吧。魔镜魔镜，请你告诉大家今天最适合听哪一首歌呢？训练拍照，好，美女狗，每一个装扮我会拍3张照片，你要有不一样的动作哦。要拍咯。行啦，美女狗，你要换不同的。算了，换装扮好了。来，我帮你戴这个帽子。美女狗，快过来，我帮你戴个帽子啊。美女狗怎么了？你不是在跟莎拉在做训练吗？不开心哦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帮你跟莎拉
聊一聊，说一说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哈啊，那你们呢？去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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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油！什么事了？大恶狼来了！炸！哇哦，赶快出发！欢迎来到恶狼牧场，小勇士，快点来救我！牧场大挑战，滴答兔，我来救你了耶！第一关，甜蜜蜜果园，赶快乘坐勇士车，摘下正确的果子和数量，送到狐狸先生旁边就能过关。看清楚屏幕哦，很多水果，加油哦！要用点力气了，转转转转转转转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很快的就习惯了。哦，放这么远，哇哇，手要伸长一点哦，加油！哦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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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哇，小心！哦哎呀，好好，哇，好，很棒。小心，伸长一点，伸，哎呦，哦，你很厉害嘛你，哦哈，加油！要用点力，手要用点力，哦，很好。很棒，很稳，哦，嘿嘿，好，不错，嘿嘿，好，很棒，加油，哦，最后要加速了，哦，因为你又踩到了，哇，很棒，好，来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拿起水果盘，送这个，狐狸先生，对，你过了第一关，很厉害，赶快来救我。第二关，彩蛋大集合。赶快帮母鸡妈妈找蛋宝宝，找到五个正确的蛋宝宝，打开信箱过关。不过如果找错了，蛋宝宝可是会消失的哦。加油，我们帮助母鸡妈妈找到相同图案的蛋宝宝。哇，好，双手拿，很温柔，对嘛，这样照顾蛋宝宝啊。还好好的放好，很棒。哦，还有呢，这个是这个啊，妈妈，没错，很棒。哦，再对比一下，对，哦，是这个，找到妈妈。哦，这都好温柔，好仔细，很棒。哦，好，哦，又完成了，拿起小旗子，没错，你过了第二关，赶快来救我吧，快。第三关，小飞羊过河。请把小飞羊送到河的对岸，羊妈妈等着他们成功过河，你就能拿到狼王面具，阻止大恶狼捣蛋。哦，送小羊回家，哇哦，走得好远哦，哇，你做事情好认真哦，哇哦，用力，哇哦，好棒，帽子都歪了，好，按下小花，好用力按，好。小心的走过吊桥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好，很厉害，你找到了狼王面具，你就是最厉害的小勇士。耶！哇！哇哇哇！啊！谢谢，谢谢！哈哈狗不乖，我要训练它拍照，它都不听话。
哎呀，莎拉奶奶是觉得，如果美女狗不想要拍照，可以做别的训练吗？可是这样就不能当狗狗模特了啊！那一定要当狗狗模特儿，你才会喜欢美女狗吗？不会啊，我一直都很喜欢美女狗。哦，那对呀，莎拉和美女狗是好朋友嘛。哎，好朋友在一起玩，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都觉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来。对呀，这样子多好啊！哎，所以就是不要去勉强好朋友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美女狗，对不起，让你不开心。真是太好了，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莎拉呢训练美女狗，因为莎拉呢看了一本书，想让美女狗啊变得跟超级狗狗一样厉害。莎拉跟美女狗啊玩鬼抓人，美女狗很开心。可是莎拉强迫美女狗装扮呢，要进行拍照训练的时候，美女狗就不太开心。我告诉莎拉，她跟美女狗啊是好朋友，最重要的是一起玩得开心，不要勉强对方做她不喜欢的事情才对哦。那美女狗，你现在想做什么训练呢？说故事训练，没问题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在你们做训练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不会勉强朋友去做不喜欢的事情的朋友说什么呢？睡过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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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